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笑他，那我只能得笑他。我建议滑着走，我建议滑着。这蛮子敢连鸡跑都不带，我今天能让你碰着我的，你看着呢，你连鸡跑你都不带，你太瞧不起人了。太狂了，这蛮子还给我整个电刑，还给我整个电刑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呀，我点你，这蛮子一级学的什么玩意儿？他能告我一下子？哎呀！补个车，扣一下，致命点小可爱，这得笑啊，这得笑，这不笑不行。回家了。先来个皮孩。不笑了，我累了。扣一下，建议扣一下，没扣着。小可爱，扣一下。那瞒着我们最好是压他在塔下啊，让他出来，我们可能得扛兵。这把只要卡萨丁别起来就行，别人其实无所谓。点，一点，扣一下。
点小可爱炮盾减速闪现接平 A 再平 A。小可爱，你想干嘛？点E。哎，哎呀，没扣着，跑快快！点E，平A给大，我靠！我哪蹦出来个包女儿？哎呀！点盐，我先不用点盐也能杀呢，我就算了吧。你给我干啊！个老包女，一挨。我为什么大又没给上啊？哎呀，这玩啥呀？这是我摁了，是电刑把我电死了是吧？哎呀，我靠，还有电刑这种东西！哎呀，我脑袋疼啊！我现在有点滑了，我是有点滑着了。妈的，这两波这包女没杀掉，真是恶心。别慌啊！别慌，嗯。虽然我们这两波有点小亏，但是这个包女，咱这指定是没完，咱俩今天指定是没完。把他跳弹给他打了。哎，把他红 buff 给他打了。打一年。去折磨瞒着去。老包女儿，太高了，实在太高了！别笑了，那能别笑了吗？那得笑。小可爱，哎，情况不太对呀、情况不太对呀，有点菜了啊、这波小可爱没可爱出来，我不笑了。我说实话，我一边笑一边操作吧，有点没操作过来，有点操作不过来。我是出永霜还是出炉灯？出炉灯吧，来个炉灯。等我们装备起来了我再开始笑吧，现在笑不太划算。
小老弟，390，我们375。小可爱，这我得笑。这我得笑了啊。等他来了再秀。先把这伊塔给他拿了，减速。坑你一下。我拿你一塔了，回家了。谁超神了？那既然俺们家的螳螂的都超神了，那俺们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哎，太高了。居然让这蛮子杀了我两回，我都有点接受不了。我赶紧美甲窃魂卷，哎，我得去把他红给他打了。包女儿搁这儿呢，跑快快！不行了，这红打不了了，我们虚区不够了。出点什么才能虚区够呢？我来个蜡石之牙。嗯，我整个蜡石之牙。完了，我再来个大棒子。来什么大棒子？我美甲窃魂卷。可爱，哎呦哇，哪来个卡萨丁？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不是祖传大招，那卡萨丁 R 闪过来的，那卡萨丁从这边过来的。我知道我先开大也行，咱不是想极限一手吗？你知道吧？挺烦人。你给我减速。跑那么慢呢，小可爱，又把这包女杀了，漂亮，又是这包女。拆中，
没有人是吗？是不是没有人？跑快快，小可爱，减速！给个人头，漂亮！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你别怕，我就跟你旁边，那卡特丁上啥了就把他干死。说一下，小可爱，给大炮盾扣一下，平 A 平 A， 他哪有狙击？平 A 平 A， 小可爱扣一下闪现，平 A。个老包女，今天还不把你杀了？大棒了！只要一小撮，我们已经美甲窃魂卷413亿数了。我去找那蛮子去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攻速海走走走走走走，那螳螂老雷军呆嘴让我很没有存在感啊！这不笑他，这不笑呢吗？沙米拉来了。呀呀呀呀呀呀，跑快快。抠一下，死了，真脆呀、啊、这卡萨丁。太骚了，稍微有点骚了啊，这稍微有点骚了。神话除啊，但是刚才不没钱吗？其实那神话的被动不是那么特别狠，主要看你的需求。我决定跟着螳螂走了，别人都不太行啊。俺们别去演那个卡萨丁啊，除了卡萨丁都能野，就别野卡萨丁。卡萨丁是真是太吓人了，卡萨丁，卡萨丁我可受不了。
小可爱，哎，还有小可爱，那包女儿啊，老恨我了，那包女儿，看出来那包女儿恨我没？看出来了吧？给你套个盾来，给我上！你被强化了，小可爱，想放大那不好使。谁敢上来，我给这小可爱。快，你也被强化了，套盾。小可爱，杀我！大可爱，哪去了包女儿？小可爱，闪现，兜兜兜！你也不行啊你，你搁这看着守尸，你守不住啊？这不把这包女给我杀了，我天哪，这还能让他跑了？小可爱快，小可爱死了，我操死的 ADC 漂亮，我们还是16层美甲切魂卷啊。出个炉灯吧，冰拳吧，都追不上人。其实我移动速度还行，我下个装备我要出巫妖，我有413移速，那还行。玩 AD 的呀，那也行。玩 AD 的，我来个这，我们双修，我把这火蓝杀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小子，我看这小子怎么回事，跑快快 ,EAQ 点，怎么抢东西呢？怕什么，被强化了，上，这么害怕呢？这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俺们俩辅助可打不过那一个卡萨丁啊，兄弟，这里很明显他没有眼儿啊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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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给你套盾。对面一定是坏菜，后盾上，求女儿不行，兄弟们，求女儿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，螳螂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
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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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很明显啊，这蛮大哥应该是够呛。哎，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呢，小可爱。没笑他呢，咱笑他。他怎么进人基地里头杀的了呢？大螳螂变大，进去。